This is So Fresh Beats. This is So Fresh Beats. This is So Fresh Beats.准备四张 A 和四张 K 和一双手。首先把四张 A 放到整副牌的最上面，并在四张 A 的下面用左手的小指保持住一个间隔。然后把四张 K 拿起来，可以展示正面和背面，正面朝上放到整副牌的最上面。接下来把间隔以上的八张牌用右手拿起来，然后用左手的拇指依次把右手的 K 拨到左手，并且返回到牌底，像这个样子。在拨到最后一张 K 的时候呢，把手上的五张牌全部都放到牌底的位置。那我知道这个时候有弹幕演员要说了，八张牌的厚度会被观众发现吗？其实你只要实际演了就会知道，90%的观众是不会注意牌的厚度的。如果你实在比较怂，担心观众会看到牌的厚度，可以把手像这样往前抬一点，尽量使观众的视角在牌的正面而不是牌的侧面。把五张牌放上去之后呢，把最后一张正面朝上的 K 也翻回到牌底，然后把牌顶上面的牌依次拿到右手。在拿第四张牌的时候呢，用左手的小指做一个尾指数牌，拨起来两张牌，并且把两张牌当成一张牌交到右手。关于小指数牌的详细教学在我这个视频里面有，那如果你不会小指数牌也没有关系，把第四张牌直接拿到右手，然后右手在展示四张牌的同时，左手悄悄把最上面一张牌推出去再推回来，并且用小指保持一个间隔，然后右手把四张牌一起放回到牌底，再把间隔以上的五张牌拿起来也是可以的。这部分动作如果是从观众视角来看的话，就是依次展示了四张 K， 并且把四张 K 拿到了右手，但实际上手里是四张 A 和一张 K 五张牌。拿起来四张牌之后，其他牌就用不到了，可以放到一边，然后把手里的牌全部都对齐，右手捏住所有牌的上下两个短边，然后左手依次把右手的牌一张一张的拨到左手，那准确来说是拨三张到左手，然后右手把最后一张，但实际是两张牌，把这两张牌当成一张牌放到左手牌底的最上面，并且用拇指按住，然后用右手的虎口去捏最上面这两张牌的右上角，像这个样子。那这样的话就是两只手以这样的姿势拿住所有的牌。那接下来就要做第一次转移的效果，两只手要同时做不同的动作。左手要做的是把第二张牌往里面推，使第二张牌跟第三张牌对齐，然后右手要做的事情是用食指和拇指像这样固定住两张牌的同时，用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把下面一张牌搓出来。那如果两只手同时做动作，就实现了纸牌转移的效果。如果是正常速度再加上手的晃动，看起来就是这样。这样就完成了第一次纸牌转移的效果。接下来右手把两张牌放到左手的牌顶，再把牌收回来的时候，左手在第一张牌的下面用小指保持住一个间隔，也就是说左手的小指的间隔上面是有三张牌，在保持住间隔的同时，左手推出去一张牌交到右手，右手用虎口卡住这张牌的右边长边的下面，然后中指捏住左边长边的下面，拇指按在左下角的位置，然后右手把这张牌放到左手间隔里面，然后用拇指按住间隔以上的两张牌的右下角，也就是说左手把最上面的这两张牌当成一张牌交到右手，并且右手这个样子捏住三张牌，当然看起来是两张。交过来之后，左手把最上面一张牌往下推，使下面一张牌露出来，并且把左手的食指放下去。接下来左手的食指把下面这张牌往里按，然后右手要做的动作是在保持住这个姿势的情况下，用右手的无名指把第二张牌往中间推，使它露出来。
但在推出来的同时要用拇指固定住另外两张牌的位置，使另外两张牌的位置保持不动。那这部分动作如果是两只手同时做的话，看起来就是这样。正常速度的话就实现了瞬间转移的效果，看起来非常的视觉化。接下来右手把三张牌放回到左手的牌叠上面。那如果之前的步骤你都是在跟着我做的话，那这个时候你最下面的牌应该会是一张 K， 把最下面的这张 K 拿出来展示这张 K 的同时，左手拇指把最上面一张牌推出去再推回来，并且用小指保持住一个间隔，然后右手把这张 K 正面朝上放到牌底。接下来右手捏住间隔以上的两张牌的上下两个短边，把两张牌当成一张牌，像这样背对背的拿起来。那最后要做的就是闪现撕 A 的效果，这里同样还是要两只手同时做不同的动作。左手的动作很简单，像这个样子，用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把三张牌往下抠的同时，拇指放开。反过来的同时，右手做一个这样的动作，也就是把三张牌这样搓开。这个搓开的面积越大越好，因为搓开的面积越大，视觉效果越强。同时做的话就是这样。左手要做的动作稍微要难一点，用食指以中指和拇指捏住的这两个点为支点，使两张牌翻转180度，像这个样子。翻转过来之后，食指往下移动，用食指和拇指捏住两张牌的下面短边的同时，中指放开。如果是流畅的做的话，就是这样。两只手同时做的话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是正常速度的话，看起来就是这样，就完成了瞬间变成四张 A 的效果。然后把所有的牌收回来，并且左手把牌一张一张的交给右手，展示四张 A， 完成魔术。喜欢这个魔术，不要忘了给这个视频一键三连。